好的，每天那个过年寒假期间，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播游戏，至少播两款。だがあのお方のために捧げると誓った我が身、この場は一時引かせてもらうぞ。くそ、逃げられた。のことは後回しだ。かきよ。待ちな。また新しいのが出てきやがった。だ。おめえはさっき空港で会った。跟财团。おじいさんよ。これはあんたの力じゃどうにもならねえ。俺に任せてもらおうか。力。それに。ジョースターさん、カキョイ、正気に戻ったのか。そうだ。ディオ、ディオの能力見破ったんです。奴の能力を。来不及了。啊，不是来不及啊，已经没事了，不是这个事情。あんた何者じゃ？なぜわしの名を知っておる？今カキョイに何をした？待て、待ちな！あんたも落ち着けって。ああ。自己紹介が遅れちまった。俺の名はロバート・イオ・スピードワゴン。あんたたちに頼みがあってここまで来た。スピードワゴン。そりゃスピードワゴン財団の創設者の名前だろ。わかったぞ。てめえ新手のたかりだな。オーマイガー！あ、这款你之前也有玩过。原来如此。我是有破关啊，破关要重玩。我等一下播另外一款哈。昔見たスピードワゴンの若い頃の写真と同じ顔。俺の顔を知ってるのか。なら話が早くて助かる。聖なる遺体と呼ばれているものだ。聖なる遺体。わかりやすく言えば、大昔に死んだ偉い人のミイラってこと。这款你应该买的也是，也是那个数位版，对不对？哎，我认真说，如果你有实体版的话，如果你有实体版的话，我要收藏。我会跟你买，如果你有的话，哦，可以请回应我，谢谢。今世界にはとんでもねえほど巨大な危機が迫っていて、その影響で異変がそこら中で発生。華僑院ってあんちゃんみたいにな。つまり本来死んだはずの華僑。哦 ，OK， 没关系。構いません。ジョースターさん、僕の記憶は。リオの攻撃を食らってタンクに叩きつけられた後、戸田に襲ったのか。僕も本当のことを知りたい。華僑院、お前さっきあのお方とか言っていたが、それがスピードワゴンの言う危機ってやつ。わからない。それであんたの頼みとは。我记得这一款有趣的是后面有那个赌博的，什么那个扑克牌的那个游戏。玩的地方其实一开始玩不是习惯，但是其实蛮有趣的。あと8個集めると一人分の遺体となって真のパワーを発揮するんだ。そうすればすべての異変を沈め危機を撃退できるはずだ。多分。実は俺にもよくわからねえんだ。遺体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てから耳元でささやく声が聞こ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よ。その声に導かれて。おいおいおい、こいつ大丈夫かよ。ああ待て、一通り飛行じゃない。俺が元いた時代はよ、異変のせいで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っちまった。けど俺だけじゃ何もできねえ。この聖なる遺体はあんたたちと出会うように俺をここまで導いた。つまりあんたたちはこの世界に訪れつつある危機に対抗する力を持ってるってことなんだ。多分あの女と一緒に来て戦ってくれ。シュールよの。散々奇妙な冒険をしてきたつもりだったが、今度のはまた一段とおかしな話やわい。啊，根本就还没休息耶，这刚打完九九，刚打完 DO 而已，都还没休息，然后就进入这个游戏的部分了。しかしよ、華僑院を戻してくれたことは確かなんだ。僕は信じます。もちろん。信じアブドゥルやイギー、ウンドゥールたちが襲ってきたのも。よし、いいじゃろ。というのも変じゃな。表明してるんだ。何？やはりこの近くに遺体があるみてえだ。手分けしてさ。遺体的、我记得是哪一代啊？是不是第七代也有遗体这个东西？是，瓦根他会什么能力？瓦根，
哇，跟他的能力是干嘛？好像也是气功，对不对？好，探查 ，OK， 好啦，这个就先这样好了哈。我先讲一下，先看一下，都还好。好，这个就先到这。我跟你讲哦，来哦，我给你看哦，我无缝切轨给你看，看好哦 ，Ladies and gentlemen。哦，我好像还是要作业一下下，没关系，没关系，很快。好，先这样。好，我现在要切换到另外一块游戏。哎，我是要开灯，毕竟是不同系统的东西。我现在要切到我的 Switch 上，我看一下。哇，我的线好多啊。哦，哦，哎，这样要一点时间，等一下。哦，我懂了，我懂。没有，没事，没事，差错了，这一条啊，这一条。好了，神奇的来喽，换画面。呵啊，我切，这样。嘿，有没有？看，换出来了。我现在换到 Switch 上了，明显感受得到 Switch 的画质没办法到很好，啊，是不是感很明显 ？OK， 好，我换到群星了。All Star Battle， 有没有？快速咻咻咻。好，那这个的话则是基本上它就没有剧情了，它就是直接对战的。哦，只是它有面板。好，那我可以先选择，先把这些支线干掉。还是不错啦，还是不错啦，表现上有些地方还是不错。啊，这个游戏基本上版本更旧，只是它有重置而已，所以会自己玩会比较熟悉一点。哎，啊，不公平啊，我没有替身。嘿，那么强。哎。無駄なんだ。無駄無駄。不能不能，哎呀，不公平啊！一代跟五代怎么比？哇，这算衰啊！有了，那根本北斗神拳。这个比较不好。比较不行的是他们那个闪躲，那叫不是闪躲，挡格有点困难，挡格他要后退。不公平啊！哎，哎呀！哎，什么？哇！吓到我了。刚才对救人啊，也是一，这算一对三啊，第一代对第三代啊。没有增加还是有难度的。面白い。試してみろ。哎呀，我公平啊！ちょいとでも間抜けが。貧弱貧弱。死の忘却を迎え。ハハハハハハ。同様。同様。我公平。無駄無駄。哦，哈德，三代比较强啊！你有替身呢，换一个。
这个呢，我又是没替身的，每一个有的呗。一起，不要狗狗。好，可以。陈彦应该就比较没有玩过这一款，对不对？好，这一款更早的，如果不是重制版的话，它是更早的时代的游戏，应该是吧？好，终于瓦根刚才在讨论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派鬼出来，原来如此哦。对，是不是忘了设定？呛红辣椒，对不对？呛辣红椒，翻译的问题都不太一样。这个地雷这么多，吸血鬼是你替身，这个也实在是有点扯。这够希望。我还不能打你替身呢，这招有点不公平。那呢？再次。哎呦！今天打蛮烂的，还是我简单的都打完了。还是有增加东西。好了，我希望玩点新一点的嘛，新一点代数的嘛，就像这个啊。好，我要对抗他哦。都无法选择，因为这也算他的剧情模式啊，这只有对话而已。什么特殊技啊？有什么特殊技吗？太不灵活了。为什么他还跑出来东方藏柱啊？你不太公平啊！为什么是你呢？腿太短了啦，手也是短的，都打不到他，几乎打不到他，跳也跳不过去。为什么他是怎么把东方藏柱炒过来？哎呦竟然我呀，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二 P 啊？还可以哦，用十招物理攻击取胜啊。不会用这个，就不太会用这个啊。这已经到通关了，这个我会用哪一个？我按错了，就懂。等一下，早上还在玩 Xbox， 按错了啊！我是三花子哦。这个的话呢，我是谁？这个的话呢，哇，好，乔洛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部，第五部。以剧情来说，第五部最好看，然后人物也是个人认为平均水准最高的。那あの時の彼の友人ということですね。不会啊。这不是我损的血掉的。我怎么感觉我打他比较多下？就被他破掉了，那一招绝招不好用。哎呀！再次，来吧！结果我打不赢。好，换别的。反正就是以后再有时间再用特殊能力。今天就先不玩用特殊能力的。这个嘞。
カに触ってやるよ。てめえがさっさとあの世に行けるようにな。敵は二人嫌がった。だがやるしかねえぞ。ピストルズ、おいはいいか。其实这只蛮帅的哈。哎呦。打小鬼的手段。其实已经动手完成了。我觉得能够想到这些格斗的也很厉害，想到怎么让他们格斗，好像他们两个就是一体的。如果说单独一个海滨男孩就钓鱼的那个拿钓鱼竿那个也很难打嘛。好 ，OK， 好，基本上这个应该算简单哦。嗯，这一只蛮帅的，快速老化。游戏里面看起来还好，不在漫画里面看起来还好，是很有气魄啊，但是出现的时间因为太短，所以没有什么感觉。他也是，他的成长过程其实，在漫画里面表现很棒，就是一开始会一直哭嘛，就是没有长大的样子，然后后来他就成熟了，就改变了，那个地方很。其实蛮厉害的，塑造人物塑造得很好。哦，虽然啾啾就是这样，他里面的人物有时候出现都不多，哦，出现的时间都不长，甚至就是一本漫画而已。但是你就会感受到他的人物的那个整个特色、跟风格、个性。基本上你已经要死了，你还有点远，弄不到。好，差不多了哈。谢谢大家哈，这天下午场算是很轻松，我算一个开场哈。除夕等一下我的行程就是，会打扫一下家里，然后呢，还有点精神的话，我会拍一点小短片哦，就是拍除夕要整理的东西，好，然后晚上预计还会再播。我预计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播那个，就是这两天的游戏，那个《圣火降魔录》啊，《圣火降魔录》。OK， 好，可能晚上七八点吧，播《圣火降魔录》。好，谢谢哦，拜拜，陈燕，谢谢，拜拜。哦，可以的话就晚上见啊，没空也没关系。哦 ，OK， 好，祝你新年快乐哦，拜拜。我刚刚关掉，那为什么都还开着？没错。对，突然想到，在开着。